按照月夜给的地图，去。不知道这里是月魔宫吗？你敢乱闯！找他的入口就在前面了。站住！罗浩辰，怪不得我了，这可是你自投罗网，带他去花月秘境。这里是月魔宫的布局全部记下。没想到是月魔宫的中心区域，可以。团长竟然来得这么快。